各位法师，各位善知识，南无阿弥陀佛。为各位说，万有理论，唯心所造，宇宙原始，四大纪元。那么我们前面分开了 B 跟 C 的关系，B 就是宇宙变化论的第二段，从原因变成因因。那么 C 的部分呢，从因因变成果，也就是到了成劫的时代。而成劫的时代叫太一照识宇宙。这个时候，我们的星光所化的微尘，它有三个变化，一个是超光子的，它的微木化；二是光子的光化。所以这个时候呢，宇宙开始有第一道的光明，就是在此之前，宇宙没有看到光的存在，虽有超光微木而不见其光，那是超光的关系。现在因为超光降速，它到了光化的地步，所以宇宙呢出入了曙光，在气化就是流体尘埃气体云，而气体云更把遥远的光子光体云用反射的把它反射到宇宙遥远的部落。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它的变化论已经到了因缘有三叠纪的唯心事变，叫决定有。在决定有呢，犹如人处胎，七日受胎而茫然不知，唯心事变1200亿年而茫然不知不觉不见，特别是坏劫跟空劫的时候，几乎目不能见。可是它已经降速成为下一个宇宙的光子跟气体。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成劫，它承受的就是星光化微尘，微尘造世界，微尘已经形成了。我前面也一再的说过。那为什么前面 C 是决定有，而 D 是因缘有呢？因缘有就是看不到心物一缘，经过色系粒子、空系粒子的空有互变以后，这个地方才看得出空有互变。再来就是太一的照识宇宙，它的净光明庄严风轮已经启动了，而这个风轮呢，也叫真空，也叫黑洞。那么这个真空叫空动力，它启动的时候呢，不是独一的存在，在遥远的宇宙，与它相对应的地方，也有一个黑洞，那么它就会产生分裂，也是动力能质量，但是也是先心动生风，而后有风轮，风轮就是太一黑洞，也就是太初黑洞。太一这个一呢，在中国人来讲叫一开天地，一就是指先天地，就是一。那么这个一呢，就是成劫的关系。为什么说这个时候宇宙有了曙光？那是光极、光子云的作用，而我们的流体气体云呢，却是《华严经》所说的，说它是坚固
无能坏，胜高峰轮，能成须弥山，即大小轮为山。也就是说，宇宙中所有的众原子以下，就光子、电子、微中子以下呢，重的原子它会捕捉光子跟电子以及微中子，那么这些重的原子它是慢慢的产生的，慢慢产生都在气体云以后的事情，而进一步的产生了坚固无能坏，胜高峰轮，能成须弥山，及大小轮回山。那么什么叫坚固无能胜呢？坚固就是现在的各种行星以及各种恒星乃至银河星的星体，这些银河系就是一个摩尔须弥尼，摩尔叫做大，须弥尼叫妙高山。那么为什么加上摩尔？摩尔叫大须弥山，大妙高山王的意思，这总一个银河系成为一个摩尔须弥尼，叫大须弥山妙高山王。那么银河系以下的每一个银河系里面其中自己包含的每一个一颗恒星就是一个中须弥山。那么每一个星球呢，它各自有一个小须弥山。那么请问地球上的小须弥山在哪里呢？就在现今的喜马拉雅，也就是真正龙王所居的地方。大家以为龙王都住在海里面，叫水晶宫，其实不是。真正的龙王是化身的，是不怕日光晒的。所有的龙有孪生、胎生、湿生、化身，那只有化身的才叫做地球上的龙王。它有三个宫殿，南极、北极还有喜马拉雅，都是它的水晶宫，它才是真正的龙王。因为它是化身，不怕日光所晒，孪生、胎生、湿生，特别是湿生，海中的龙王，它是经不起日光晒的，经不起日光晒，它必须要靠雷电及云雨来保护它，才能够星云布雨。而它也怕日光，日光一晒，它就失掉它的神通变化，而产生了原形，犹如蛇啊，龙变成蛇，也是五彩斑斓，但身体啊，大概不及一条蟒蛇的大。为什么？它失掉神通，日光使然啊。若它要与日光抗衡，则会变成燃烧，烧成粉末。因此呢，我们决定的知道，化生的龙王才是地球上真正的龙王。那么它就叫小须弥山，而一个恒星就是一个中须弥山，一个银河就是一个摩尔大须弥山。如此世界这样的成立，也就是说坚固无能坏，即胜高峰轮，能成须弥山，即大小轮回山。轮回山就铁围山，就是围绕着整个恒星的都叫这个轮回山。那么除此以外，我们从整个恒星的日球来看，看不到所谓的须弥山在哪里。那么这个须弥山是无形的，是无形的，就是在太阳中转的漩涡里面它才存在。那么所有日宫天子日宫的天民都依这个而住，
叫中须弥山，其周围呢就会有四天王天来围绕着这个地方转。可是看起来呢好像日月绕它而转，也可以这样子说。所以它不是在日的中间，也不是在日的两旁，是却是无形的存在。犹如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喜马拉雅，我们却见不到它的龙王，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却决定有因缘，有山势，有好。那么它最重要的是刚才所说的成劫，最重要空有互变，就是色虚粒子，空虚粒子。那么它所产生的是有形的物质，无形的能量，有形的暗物质，无形的暗能量，都依这一个存在，所以叫动力能质量，心动生风。若宇宙的众生心还没有动，没有秋秋乱鸣，则不要说这个世界欲界天的这个圣高峰轮不能存在，连色界天光阴天也不能存在。因为若没有心动生风，就不会有风轮，不会有风轮就不会有宇宙黑洞。那么色界天欲界天特别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圣高坚固无能坏。这个坚固无能坏就是指腿为山，绕着行星座，也绕着大须弥山。换言之，我们的太阳系是在银河系的旋背之外，绕着银河系而转。而银河系的圣高须弥山王在哪里？就在银河系的最中央的漩涡里面自然产生。那么就是它的空动力，而这个空动力成了大须弥山，也就是三十三天王这个尸体原因他所住在的这个善法堂所在的地方。若论整个宇宙的形成，都是由于特别是我们的色界天，都是由于色虚粒子、空虚粒子一个互相毁灭又互相对生，而此起彼灭都同一秒钟一刹那分裂，就好像核子弹一爆炸产生了融合分裂，分裂融合在几秒钟之内就完成了。那么我们的欲界天也是如此来的。欲界天叫太一照实宇宙，也叫太初黑洞。而这个 太初黑洞呢，就是指光子云的爆炸，黑洞爆炸，以及气体云的漩涡的气体云的爆炸，而产生了光子、电子以及微粒子。那么当然呢，我们的宇宙在这样形成的过程里面，我们或许只看到它产生烟火一样的这个热，高热度到几千亿度或者一千亿度以上，我们却看不到另外黑暗的一面，也叫灰色的黑洞。它存在于哪里？它存在于暗能量，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水大。那么水大呢，相对于宇宙黑洞爆炸的它高热到一千亿度以上，其实呢我们的相对应的水大也是如此，在零下一千度、一千亿度以下，与这一个黑洞爆炸是同一秒间存在的。从哪里看得出来呢？因为它从迅速到十秒或者几年之后，那么降温到一亿度以下，那么这个就是证明，若没有这个水大呢，与它即时存在，那它永远是在一亿度的热度高温之上。它会这么快的降速，是因为有水大的存在。另则宇宙的火大这样，因为它叫它叫做坚固
无能坏。这个坚固无能坏，就是指现在既有种种重原子存在的我们的各个行星，乃至我们的银河系，我们的遥远的星系，以及星系之外独一存在的光子云跟气体云，今天都存在。不过呢，那么四禅天出来的天人，他所造成新一轮的超光帷幕在哪里？今天依然存在，透满整个宇宙的空间，像帷幕一样，所以叫帷幕化。光子云叫光化，气体云叫气化，才会有现今宇宙的存在。若没有成结的这三个宇宙原子，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后天的物理宇宙的世界。以后天物理宇宙的世界来以这么遥远的这个537亿年至今天以来，那么已经遥远成结到现在已经537亿年了。这下我们就要来转述，从一个恒星到一个星河，那么它的存在的过程，它做过什么样的变化？刚才是因缘有，因缘有就是物理与心物啊互相啊融化，虚粒子与空粒子，空虚粒子与色虚粒子互相的降生毁灭，两个叫不相容原理，不相容原理就是生也是它，昧也是它，都是同一秒钟的，那么将不断反复融合分裂的存在，才会有空由互变。空由互变就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叫因缘有，而因缘有呢，就是对于我们这样创生创灭的本身呢，其实任何一个原子都很快的产生，很快的毁灭，但是我们看不出它毁坏跟生成的过程，都是因为它有两个质数，每一个原子都来自于虚空原体，它叫虚空函数，而这个虚空函数它的本价，它的原价就是零，就像母亲的母体一样，是对婴儿来讲就是零，而婴儿对母亲相对的母体来说它就是一。这个一呢，不是一二三的一，整个婴儿都叫一，整个婴儿的每一个细胞也叫一，但是我们只看到婴儿本身五官六腑五脏六腑合成的一个婴儿总体的一，我们却见不到它每一个细胞都是一，它的原价还是一，以每一个细胞都是一，它不是无量，再无量也是一，而我们只看到婴儿独一存在的一，却遗忘了整个婴儿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神经元它都是一，因为它对于母亲的母体的灵，也就是说在母体里面，母体的子宫的灵让婴儿的一能够无限量经过无限量的因缘产生的变化，而有五脏六腑都是母体的虚空的灵提供了它这一个一的活动，在七天七夜里面它由杰罗兰变成恶补坛也都是一，那么这个一的变化呢，今天也存在于宇宙的每一个角落都叫一，光子也是一，电子也是一，质子也是一，中子也是一，那么这一切的一呢，都不可以用宇宙总数量来算，宇宙的总数量每一个原子都叫做一，以因为它要对应虚空的零，那虚空存在不存在于每一个原子核里面呢？它叫虚空含住，绝对存在，以因为它的源头来自于它的空虚粒子，所以是空包着色虚粒子互相的环绕，而
它也经过了空虚粒子一再反复的生成毁灭，毁灭生成，互不相容，才有今天的光子、这个电子以及微中子等等，再有慢慢重一点的重原子来慢慢的组合，才成为一个坚固无能坏圣高峰轮的存在。圣高峰轮，一个圣高峰轮是指一个银河系，而一个银河系是指有无数量几兆以上的恒星，各自为各自能为成就无量事，每一个恒星都各自能为种种事，而总合体，那么所有无数量几兆以上的这个恒星，对银河来讲都是一，而不是无量。而银河本身也是一，而不是无量，因为银河是对虚空的零而说它的一。每个恒星里面的原子核相对于银河的母体的零而说它是一，那是原价的关系。今天产生了这么多的原子，它的原价还是新物一元，产生了新物二元。新物二元就是微尘造世界，新物一元就是微星事变，要经过1200亿年。那么宇宙到了第三个原始的第三纪元，叫星光啊，以及光阴星物初分。那么光阴与星阴初分呢，才产生了宇宙第一束光明。当第一个黑洞爆炸的时候，它以无量辐射的光，以及超过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伽马射线的这个辐射啊，遍满每一个角落，才啊，宇宙才出土了这个第一线的这个曙光。那是先有一个爆炸，慢慢有无数的宇宙爆炸，此起彼落啊，互不间断。而且每一个爆炸又会引起新的爆炸，而每一个新的爆炸的黑洞，我们都叫它真空，也叫空洞力。由空洞力的产生，而再分裂的每一个原子核，它各包含了一个虚空函数，而虚空函数令每一个原子核以超过光速跟空速快速的运转，狂飞乱转。所以我们新造的这个宇宙，虽星光化微尘，已经微尘变化了啊，这个精神拷贝成为物质，但是我们的心还是维持的犹如山宁静，犹如万花筒，而千沙万数，也千差万别，以一刹那间有320兆的微尘念，念念成形而念念受报，念念受报而念念成形，叫心想物成，叫想象为神。凡有所想必有想象，必有想象必有形状，有形状必要受报，叫念念成形而念念受报，才会有现今的宇宙为神。若没有宇宙神，则没有宇宙星河，没有宇宙星河，就不会有行星恒星以及我们的银河系。说不尽我们的心千沙万数，千变万化，以及千差万别。各位法师，各位善知识，南无阿弥陀佛。